中国银行香港旗下的年轻品牌理财 TrendyToo 近期与本地唯一的乐高专业认证大师洪子健 Andy 合作，召集了超过千名年轻人参与一项壮观的拼砌活动。他们的目标是重现中国传世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一过程中，参与者们使用了近300万火乐高注册商标符号积木，成功完成了一个长达26米、宽1.78米的立体情景模型，并正式打破了全球最大的乐高立体情景模型的健力士世界纪录。这项令人振奋的展览将于9月25日至10月31日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展出，让大家有机会亲身体验这场视觉盛宴，欣赏这幅用乐高积木打造的艺术作品。邀请所有对艺术和创意感兴趣的朋友前来参观，一同沉浸在这场精彩的活动中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